我是 Amy 啦 ，Re-Edit 嘅策展人。今次的展覽呢，其實我們的目的呢是希望培育香港年輕的設計師啦。展覽其實一開始是應該是在米蘭度出現啦。希望透過PMQ 和Create Hong Kong 的贊助，我們可以去到米蘭這個舞台，讓香港的年輕設計師呢有更多的機會。因為我們今次是跟 IDA 的合作，一個講香港傳統節日長洲搶包山的節日的一個的靈感，去製作了一個大型的裝置藝術啦。除了有剛才講包山之外呢，我請了10個設計師參與，也都是希望可以講香港的傳統啦、文化承傳啦等等的意識。咁所以你會發覺咧，今次所有嘅展品咧，佢哋都想嘗試去我哋所謂嘅 re-edit， 重新去展示或者去參考究竟我哋過往嘅傳統啦、工藝啦、一啲嘅產業嘅發展啦。咁我好榮幸啦，可以係今次策展人啦，同咁多位年輕嘅設計師一起合作啦。希望今次 re-edit 的展覽，在原創方更加帶出一個跟大家不同公眾可以有更多交流，讓他們理解其實我們香港的創業產業其實是什麼的一個景象咯。